我哋决定去边度啊？我今日唔得闲陪你玩啊，我啲好重要嘅事要做啊，你可唔可以请我出市区啊？泰南实业买约89卖出，只城门下边再跌嘅话，就连渣都冇啦。啱啱先开始啫，仲有时间。好刺激啊！好似坐过山车咁，又俾你讲得中喎！即成门口边度做真系剩饭，仲升到上$1添。卖出7.7，你食。送鸭两盐，买入两个。我记得咧，有个牧师讲过咧，上帝话如果你锡完人哋左边咧，要锡埋右边咧，世界先至会和平，知唔知？得寸进尺，买入两个。喂，我都唔算得寸进尺啦，话晒我都帮你袋咗20只大牛落袋喎，俾翻少利息好啊。又唔系20只金牛。你喜意的何止金牛啊，金鑽我都給你。你不要在這裡口響響放炮仗啊。有囂哥沒有坎坷，我們整齊笑呵呵。囂哥，經理。哇，你的城門塔應該起得砰砰聲，你當不少啦。我賺不是真的公司賺。你今天好出位啊，隔離股票行的客人都被你搲曬過來，啲客捧場啫。哇，乜你咁謙虛啊？我一早知道你小妹仔，我睇好你噶。只要你今個月業績攞第一，我即刻升你做經紀，齋坐房用加你5隻。咁我揀定房啦。除咗個位，任你揀。多謝老細。好，嗱，我約咗人啦，我先走先。果然係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喎。記唔記得我講過，我一定唔會成世富穿窿嘅。我而家咧就呢間經紀行最 top 嘅 sales， 我下一步就要做全中環最 top 嘅 sales。咁我等住你帶起我噶啦。我而家就帶起你。Devil Evil， 今晚有女士周末狂之夜，女士免費入場，係咪？係咪係？拍檔將會得到一份名貴禮物，就係一條23粒嘅珍珠頸鏈。喂，你都贏嘅，天靈啊！贏翻嚟咪知啦。你翻去谂下，我真系好需要你帮我手。唔好讲呢啲嘢啦，你跟我见过最好嘅人啦。嗱，男人咧通常有两样嘢烦，就系女人同钱。我系为个男人啊。男人。